这个高远球首先你们架拍到位了以后，第一要学会转身，这个转身你们要学会用你们的左手去带动你们转正身体，所以你的左手架好了以后会有一个往下带动你去转正身体以后引拍。好，这个时候引拍了以后，你们注意看这个发力，我们只是靠这一个小臂内旋往上往前，然后当我拍面转正的同时，这个时候我的手腕的力它就已经传递出去了，然后碰到球那一瞬间，我的这五个手指头瞬间的一抓紧，你看它就会有一个加速的感觉。打完了以后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收拍，所以我们只是靠这个小臂和手腕手指瞬间一加速，基本上这个球速就有了啊，所以不要靠这个抡大臂这样去发力了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，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抖音